Goki Genyo 派出的。今天身为前大学生的我，想给你们快速总结一下大学生可以考虑买平板的理由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省时、省力还省钱。省去每天复印 lecture note 还有上课时找 note 的时间，只需要一个平板就足够存上你整个大学时期会用到的分。上课做笔记也很方便，换不同的文具来用也只需要一个 tab 就能做到。我个人真的很推荐无纸化学习，去跟你的 senior 讨那些课本的 ebook PDF file， 全部存在平板里面，就可以毫无顾虑的在上面做笔记。从此上课能少带一本就一本，你的肩膀会希望你看到这个影片的。而且你还可以活用这款华为 MatePad 的各种功能来做属于自己的重点笔记，像这样子滑一下、点一下、crop 一下就可以截图，然后再拉过来。好玩又轻松，这边再推荐几个可以在 App Gallery 下载到的实用笔记 App。是的，一个平板是不便宜。第二个，比起拿去 InNote 啊、买课本这些，你考完试就不会用到的。而且现在华为家推出的 3.4 寸 MatePad 就蛮适合大学生的，更多功能我之后再介绍，好，加你。